Hello， 咁就欢迎咧翻到嚟呢个咧叫文俊叔叔吓与呢个小朋友嘅神秘学节目啊。咁啊，今日咧喺我隔篱嘅仍然系有呢个咧 T 小姐，咁就系一个咧吓愚昧无知嘅小朋友，天真无邪嘅小朋友。咁啊，今日小朋友有咩故事啊要话俾叔叔知咧？系咁，今日咧啊，各位观众你哋好。是咁，今日咧就係講阿 Tesla 啦，同埋佢講到佢嘅引導過去講一下嗰個黑騎士衛星嘅故仔嚟嘅。咁就 Tesla， 大家都應該係接觸得開始接觸得都唔少噶啦，因為咧之前咧就大家就比較聽得多都係愛迪生啦。咁佢就係比較少喺主流社主流嗰個社會裏邊認知嘅。咁後屘而家阿馬斯克啊出咗嗰台車之後咧，啲人就開始提及佢啦。咁咧就大家知道噶，阿 Tesla 嘅拿手好戲咧就係嗰個交流電啦，同埋 Tesla 嘅線圈啦。其實我哋而家用緊嗰啲電話咧，無線插電咧，其實就係用 Tesla 個線圈嗰個原理。咁咧，阿 Tesla 咧就係咁一早已經發明咗出嚟噶啦。咁我哋而家先至當係高科技咁攞出嚟，就即係我哋嘅即係政府俾我哋資訊，俾我哋知道嘅資訊，真係好少好少咯。咁好啦，咁啊講下 Tesla 先啦。咁其實阿 Tesla 佢可能係佢自己比較謙卑啲啦。咁喺佢嗰個自傳裏邊咧，佢都講到嘅。佢自己講，佢就佢其實都係一個平凡人嚟嘅，佢冇特殊能力。咁喺宇宙裏邊咧，任何一小部分咧都包含咗成個宇宙嘅信息。咁裏邊咧係隱藏咗一個神秘嘅數據庫。裏邊咧就保存住宇宙嘅信息嘅，咁阿 Tesla 佢話佢自己只不過好好彩可以入到去呢個數據庫度攞呢個信息。咁我睇到呢段咧，我覺得佢其實係咪講緊嗰個雪山圖書館之類嗰啲嘢啊？我記得文俊你上次咪提過嗰個咩卡嗰、那個叫做咩信息？係阿卡西圖書館。咁樣咧，嗱喺度複習一下啦，話俾小朋友知，咁啊兩樣嘢嚟嘅。你講到嗰個咧，即係秘魯啊，黃金圖書館咧就係一個實體嚟嘅，就係講緊咧係相傳啊，呢個咧係上宇宙嘅第一人啊，就係阿姆斯堂咧，係去過呢個咧，即係呢個秘魯度探險啊，就係入到呢個咧，哇一個山區入面咧，咁啊懸崖峭壁，原來係人工開鑿嘅。跟住咧，入面就好寬敞啊！跟住入面揾到一啲咧，叫做話用黃金做嘅書本啊！咁啊，入面就記載咗啊，即係人類啊，同埋講緊即係以前嘅其他文明、其他世紀嘅一啲資料啦，同埋譬如講緊啦，有天地萬物嗱，包括恐龍嘅一啲模型啦。咁點解會咁樣出名呢？因為呢個圖書館咧，就係當陣時就係有一個神父，呢個神父咧，佢係好傳奇嘅，因為好多人咧。就懷疑佢就係嗰個咧走甩咗嘅希特拉啊！跟住咧呢個神父咧，佢就即係自稱啊，佢係好多咧呢一啲山區嘅族人咧送俾佢嘅嚟自呢個圖書館嘅一啲貢品。跟住咧佢啊請咗一啲嘅攝制隊去啦，一啲嘅考古學家去睇啦，大家推斷唔到啲咩嚟嘅。咁包括有瓷器啦，有啲泥造嘅嘢啦，另外有好多金屬嘅模型啦。咁而嗰個情況咧，其實係好誇張嘅。咁佢嗰個藏品係有好多嘅嘢，有幾百件、成千件。後屘一場神秘嘅大火，所有嘅藏品冇曬，呢個神父失咗蹤。咁而咧個攝制隊啦，個考古家隊伍咧，亦都係去咗呢一個嘅山區，入到呢個所謂人猿嘅，即係人類的寶庫。跟住後屘咧，嗰個政府咧。就封閉咗，唔再俾人入去考古探險。咁啊，呢件事咧就好出名啦。咁亦都咧，隨住時間嘅推展咧，咁係有好多新嘅證據，甚至乎原來講到入面係唔止一層嘅，係會包括原來話有啲時光機啦。我哋上次講到嗰個啦，
time machine 就係嗰種嘅蟲洞啊，即係叫做話嗰個係星門 stargate 嘅東西嚟嘅。咁啊，另一個阿卡西圖書館就係講緊喺呢個宇宙入面咧，如果你要獲得一啲嘅知識啊，一啲嘅東西咧，你可能要透過一啲咧係打坐啦、靈魂出竅啦，跟住你可以接駁到呢個宇宙全知全能嘅一個地方，上面嘅人係有無盡嘅生命、無窮嘅智慧，佢哋就好似咧漫威入面嘅 Watcher 咁樣，佢一直係人類同埋宇宙各個文明嘅監察者、觀察員同埋記錄者。咁你揾到咧呢個宇宙世界所有嘅知識秘密，所有嘢都喺曬入面噶啦，小朋友。哦，咁我覺得佢應該就係講緊嗰個阿卡西嗰個圖書館啦，因為佢喺佢自傳裏邊都講佢係佢雖然我哋話佢係一個科學家，但係其實佢真係唔係咁科學嘅科學家嚟嘅。佢好 V 運嘅喎，佢細路仔佢一直係好 V 運。佢細路仔嗰陣時候咧，佢就話自己係成日都見到一啲佢自己唔識解釋嘅嘢，即係佢唔係呢個空間嘅嘢，同埋咧有好多嗰啲信息不斷湧入去佢個腦嗰度嘅。咁佢就係細細個已經係話。那個他不是直接講阿卡西這個名字，他就是一個宇宙的數據庫去湧入他的腦，他小時候已經是這樣了。大家對他的認知就是發明一些 很厲害很先進的科技啦，但是其實大家再了解深一點，他發明的東西呢是很 V 運的，是完全不科學的科學來的。嗱，佢最出名嗰個咧就係再講多句，佢另外佢曾經佢都講過，佢話太陽係被製造出嚟嘅，我哋係關咗喺入邊，我哋要努力咁去突破，要突破呢個太陽系，進入真正嘅宇宙大家庭。嗱，我哋成日都聽到一啲好似通靈啊，或者係外星老鬼翻嚟講過。就話係地球係製造啦，但係啊 Tesla 佢話唔係，係成個太陽係製造。咁佢就話佢形容個太陽系咧就好似個內圈，即係好似雞蛋殼嗰個殼咁樣。去到嗰個邊皮嗰度咧，嗰個殼啊係厚成90亿公里，至少有5层。佢話如果你即係我哋係要，如果諗住係用光速或者係飛船飛過，即係我哋係仲未曾達到離開呢個太陽系依個水平。要達到呢個水平咧，即係要離開個太陽系，我哋必須要可以係摺疊到空間。咁佢當然繼續講啦。咁佢有啲理論，不過我唔係好明白。咁我就想講一講嗰、那個Tesla 裏邊佢最出名咧，除咗交流電啊、線圈啊依個咧，佢係做咗嗰、那個研製成功做出咗嗰個閃電球，大家應該都知嗰、那個圖二係啦，Tesla 嗰個閃電球。咁咧呢、這個閃電球咧，其實咧就～當時做出嚟咧，好多科學家唔覺得呢樣嘢係好特別，覺得係好似雕蟲小技咁。包括愛因斯坦係睇唔起佢呢個閃電球係佢係可以攞喺手嗰度玩，穿個牆又得，係好得意一樣嘢，即係好似我哋。平時大自然裏邊咧，行雷閃電咧，有時都會有球狀嘅嗰閃電球好快咁行過，但係佢係會電死人噶嘛。但係阿 Tesla 依個閃電球咧，佢係唔會電死人嘅，可以攞嚟玩，佢可以靜止喺空氣裏邊。但係如果有啲不明嘅原因衝過去，會係佢會導致佢會突然間散開，係可以瞬間引發到高強度嘅爆炸，而且個電流亦都會好大，可以有幾千度嘅。即係如果不明嘅能量嘅原因彈過依個球嗰度咧，係可以係
突然间爆炸，同埋有几十度嘅高温嘅，所以咧后屘啲人发觉咧依、這个闪电球可能就系当时嗰、那个俄罗斯嗰个西伯利亚嗰个大爆炸。咁开头啲人都会有啲怀疑嘅，咁后屘翻查档案咧就通古斯大爆炸，系冇错，通古斯大爆炸。咁啲人后屘翻查翻，因为通古斯大爆炸亦都系另外一个谜嚟噶嘛，揾过好多原因，陨石啊或者核爆乜乜物物都好，都系揾唔到嗰、那个嗰、那个残骸啊，即系陨石系揾唔到嗰啲陨石碎片啊嗰啲。嗰啲嘢會唔會係啲人又會估會唔會係UFO 爆炸咁又揾唔到碎片殘骸？咁後屘啲人咧就會覺得係依個閃電球係佢製造依個閃電球。咁點解會除咗佢識得做呢個閃電球出嚟係引爆到之外咧，係因為就係通古斯大爆炸之後 ，FBI 就開始留意到佢啦，就監視佢跟蹤佢咯。咁翻查翻就系监视嗰阵时候翻查佢嘅行踪资料咧，就发觉佢喺呢个大爆炸之前就经常出入美国国会个图书馆，走去睇睇翻啲记录，系佢系睇西伯利亚相关嘅书籍，同埋去攞咗西伯利亚嘅地图嚟到睇嘅。咁所以后屘啲人就觉得佢会唔会系同呢件事有关，或者甚至乎系佢搞到咁嘅？咁嗰阵时俄罗斯政府咧，亦都派人去监视住佢嘅。咁呢个球咧，看似好似好好得意，但系到而家啦，个科学家都系做唔翻出嚟嘅，整唔翻出嚟。因为阿 Tesla 咧，首先佢当时候睇唔起。Tesla 整依啲好似小玩意玩具咁，第二 Tesla 整嘢咧，佢唔会留太多图纸原理嘅，佢好多时候佢个习惯系做咗出嚟先嘅，佢唔似阿爱因斯坦一大幅嘅嗰啲理论笔记啊咁，佢好少理论，佢反而做个实物出嚟先，咁所以而家都做唔翻呢个光呢、這个。呢、这個球出嚟做唔翻，咁阿 Tesla 咧，到後尾40歲打後啦，佢開始研發嘅嘢咧就越嚟越威猛啦，就包括係死光機器啦，引力嘅動態理論啦，同埋大統一場啊、傳送門啊依啲，咁依啲咧。就是很科幻的，不是很科技，所以后来呢有些人就说他说政府美国政府因为他研发了些自由能源出来啊，那些无线电啊，那些令到有钱佬找不到钱，所以打压他，其实呢我觉得不是打压他，是将他收编了放了在幕后去帮政府研发这些传送门，即叫做星门、啊、或者叫哆啦 A 梦那个随意门、啊、这些，因为其实他跟Tesla 背后的金主是摩根大通，他跟那班有钱佬都很 friend 的，他是后来死之前那十年呢，他是住了在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国酒店，等下那个名字，是美国那个纽约曼哈顿纽约人酒店那里住了十年，他这间酒店呢，他 住在33层楼嗰度，个房间号码咧就系3327号房，有图嘅图五。咁呢一间酒店系得两间总统套房嘅啫，有一间咧就俾佢住嘅，另外一间开头咧就系 FBI 监视佢嘅，后屘呢一间总统套房都俾埋佢做实验，咁喺度住咗十年，佢系可以
睇曬成個紐約嘅夜景啊！間房靚房嚟噶，唔係嗰啲三九樓嗰啲凹凹凹凹又漏水又一陣霉味嗰啲酒店，唔係嗰種嚟噶。嗰、那個住房嘅費用係美國政府幫佢出嘅，所以其實係美國政府係為咗留住呢個人咧，係出唔少錢嘅。只不過就係唔擺台面啫嘛，放喺台底。叫他幫政府去研究啲 V1 嘢，咁所以有啲人就會覺得佢係咪打壓緊佢咧？其實都唔係，好似 Tesla 嗰個撞例，其實各撞有圖錄。佢係美國嗰個聖約翰大教堂嗰度舉行，同時係冚美國同南斯拉夫兩個國旗。咁那個美國總統啦，羅斯福同埋佢夫人同副總統咧，都一齊有去嘅。其實佢係。并不是大家主流媒体讲到佢咁凄惨咯，即系呢个系不厚多得嘅人才嚟噶嘛。咁再讲啦，其实佢嗰个理论咧，Tesla 咧，佢嗰个最重要个发明咧，其实系嗰个引力门系统啊，即系嗰啲线圈啊，嗰啲无线电都系表面嘢嚟嘅啫。其实佢最重要就系呢个系统。是开启虫洞的，它的原理呢，它这个是在它的81岁，1937年它81岁已经完成的了。那它这个引力系统呢，开启虫洞这个呢，它原意呢就是希望可以吸引一些善意的外星人来地球的，它原意是这样的。那另外它又发明了一些死光，一个是微死光，是光速网组成的粒子墙和保护罩，是保护地球的。另外一个是死光机器，这个死光机器呢，它是用来攻击和防御那个地球，就是防止是非善意外星人攻击地球，还有可以炸毁一些想冲落地球的陨石，是可以这样的。佢咧，另外咧就係佢成套，依個係成套系統嘅，佢係跟住係有一個大統一場嘅嗰個實踐咧，係研究反吸引力同埋人造重力嘅。咁佢研究依啲嘢，其實佢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星門，即係空間傳送去其宇宙嘅其他角落，因為佢頭先都講咗太陽系係。是逐被製造出來的嘛，我們就這樣坐飛船去即是出不到去這個太陽系，所以它就是要做這個星門系統出來去宇宙，通過可能是蟲洞或者什麼的方式，折疊空間的方式去宇宙不同的地方去拿免費能源，即是它想原本佢係好 V1， 佢原本想攞免費能源，唔淨止局限喺地球，佢希望可以喺其他地方攞到唔同嘅嗰啲金屬或者礦石啊嗰啲咁樣。呢個係即係大家可能會比較少接觸，即係超出覺得好似好科幻咁樣啦。咁呢佢呢個依成套系統嘅報告咧，佢係俾咗美國政府睇嘅。睇完之後咧。即刻列咗入機密文檔嘅，係冇再講過噶啦，冇再出嚟講過。咁Tesla 咧，佢就都估到政府會咁做，所以佢將依個報告咧，佢係寫用唔同嘅語言寫咗80多箱嘅皮夾分開存放嘅，係唔同語言。有密碼嚟 set 咗嘅，係放咗喺佢話係放咗唔同嘅國家嘅，咁就同佢嗰陣時死嗰陣時嗰80箱嗰個文件應該係唔同內容嚟嘅。佢死嗰陣時咧，佢話FBI 去佢嗰個酒店度攞走咗80箱嘅文件嚟噶嘛，攞走佢嗰個FBI 佢其中一個參與咧，就係特朗普阿叔特朗普。有份去攞走佢啲資料嘅，咁攞走咗之後咧，到而家咧都係佢係設咗係最高機密嘅，
这个级别是设置最高机密，即可能在100年之后才再开会商量一下，看看放公不公开哪一 part 一部分这样。那其实讲少少他的哦，文俊是咁啊，其实咧嗱，系啊，因为你一拢嘴扯得太远，嗱咁样，你等我可以补充一下嘅。譬如你讲到通古斯大爆炸咧，当阵时咧，其实咧，即系讲紧 Tesla 嘅研究，当然可能系一个即系被流传嘅原因啦。你呢个原因咧，即系第日如果再讲到通古斯大爆炸可以讲嘅，因为当时咧就系讲紧苏联咧，即系喺嗰一啲啊。他們裡面有些很大的湖、啊、還有呢在那些、啊、即是說、啊、海底下面都發現到一種的魚人、啊、魚人就 是他可能是外星的生命一種來的，就是好像一條魚這樣的形狀的外星人。跟著就是說因為蘇聯呢當時呢想活捉這些魚人呢回去那個政府實驗室那裡，跟著魚人呢就起了一個的反擊，那是、用他們的武器呢同呢個當陣時嘅蘇聯，即係俄羅斯咧嘅舊有嘅政府咧，係發生咗個衝突，所以咧就會衍生到就係通古斯大爆炸。呢、這個就係另一個講法，即係關於呢兩樣嘢咧，其實大家咧可以叫隨住時間再耐咗咧，可以再睇翻嘅。咁但係兩樣嘢得個共通點，就係、是、你講得好好啊。出現咗嗰一種咧 Tesla 嗰個研究嗰種嘅電池電力球。因為這件事呢，其實最早的其實大家看到除了 Tesla 之外呢，你記不記得呢，是以前有一件事很久之前叫巴格達電池，就是講緊在金字塔裡面發現到一些電池，還有一些呢是舊的，是分分鐘是上萬年的燈泡的東西。那裡面你都 發現到呢，原來不是我們近代人才懂得用這個電力啊、交流電啊、直流電啦，唔係嘅。其實講緊可能甚至乎過萬年嘅歷史，以前個古文明，甚至乎上一個世紀紀元嘅人咧，佢哋已經識得用一啲咧嘅方法喺空氣入面咧產生到呢個電力。咁而呢樣嘢咧，其實大家睇到咧，就好可能係嗰一個咧，不論係好似你講珊瑚堡去移動一啲重物啦、石頭啦，以至復活節石像點樣整到佢曉起身啦，起鬱啦，點樣可以整到金字塔砌到出嚟？以至你見到嗰種，譬如 Tesla 嘅發明，以至嗰一種，譬如講到曾幾何時，佢有呢個特斯拉塔噶嘛，係咪？都係同呢個發電相關。其實可能中間個原理咧，嗰、那個關鍵就係呢個免費能源，同埋咧係可以循環嘅能源，亦都係正正係流傳就係啟動星門。一個能量咯，即係嗰個波啊，嗰、那個嘅電流嗰個球咧，就係、是、Stargate 啟動佢其中一個嘅鎖匙，可以咁講咯。咁啊，小朋友，我交翻俾你啦。嗯，係冇錯。佢另外咧，佢除咗研發依個咧，其實佢仲研發過係嗰、那個自由能源嘅飛行器，有圖四。大家可以看到啦，佢依個飛行器咧，其實係好似當時納粹嗰個飛行器，一隻碟咁啊，好似 UFO。當時納粹咧，佢其實都係有研發到一個飛碟飛過出嚟嘅，係上邊個碟上邊係印咗納粹嘅符號嘅。當時候有啲人咧就好多傳聞啦，咁有啲人話係Tesla 幫佢做，有啲人就話係外星科技，外星人帮他做的，这样后来又帮他可能落了地心啊，或者是去了月球背面啊，这样都越讲越科幻。但是即我比较相信呢是Tesla 帮他做的，因为Tesla 那个整个图谱又出来的，整个那个文件又出来，他是做到这个飞碟的 Tesla。咁如果你話外星幫佢，如果外星人幫佢，最後都輸到場仗嘅，佢都可以死啦佢。所以我覺得同埋Tesla 佢話佢嗰個能源咧，呢啲能源咧，佢係用
以太呢個能量同埋嗰個卡西米爾效應。咁以太啊，文俊，你知唔知以太？因為我對以太嗰個理解就係、是，即、就、係、是、好似我哋講五行啦，金木水火土。咁西方就係地水火風，跟住以太，咁就係、是、都係一種能量啦。咁我睇下佢係點樣去用咯。所以你對以太嘅能量喺最早咧，你睇到咦？邊個講咧？就係、是、呢個 Marvel 嘅雷神第二集就講到以太啦。因為他就話啦，以太咧就係、是、呢個滅霸 Thanos 啊，佢手嗰個手套上面啊，呢啲能量寶石其中一粒啊，跟住佢後面嗰句就係話，呢、這個係好原始源自天地宇宙嘅能量。嗱、啊，你睇到呢啲超級英雄電影咧，佢哋入面係有一啲嘅潛台詞，佢哋有一啲嘢係好想呢啲 hidden message 係要話俾我哋知啊。你關於以太呢樣嘢，亦都係啊，即係話 Tesla 其實。佢係知道咗呢一個能源，而呢個能源其實有別於我哋而家嗰種燒煤燒炭產生能源，用角色嘅熱量產生能源，用核子嚟到去產生能源，係有別於呢啲種類嘅。佢係一種咧，係可能講緊咧，就係而家即係大家未研發到嘅，譬如講緊係從呢個水晶入面衍生到嘅能源啊，或者點，佢係第二種嘅方式嚟嘅，甚至乎。佢哋有人講到就係、是，喂，可能水晶衍生出嚟嘅能源係冇熱量嘅，即係佢唔會啊，係咪好大個嘅啲咩核熔爐啊，啲乜嘢啊，佢冇熱量嘅，但係佢就係嗰個能源。當然，你點樣可以接通到，等你可以利用到上到啲能源落去你件物件度咧，係咪用電線啊，係咪咩？咁呢一個就容後再講啦。咁但係其中一樣嘢，關於 Tesla 咧，好清晰就係、是。你見到佢咧，佢係好似人哋咧嗰啲叫打造啊，好似人哋扶機嗰啲咁樣啊。佢噗一聲咧，唔知點解佢就收到啲 message， 跟住咧佢係喺打造嘅時候咧領悟到啊。咁呢一個咧神通嘅技能咧，你睇到好多人咧有時都會有就噗一聲，佢會感應到一啲其他人感應唔到嘅嘢。即係而家個電話打俾你，跟住你個手機響，但係問題可能喂其他人。佢唔知道你手機響緊喎，淨係得你知道自己手機響咁嘅情況嘅，包括啊，可能你見到即係呢個咧，發明呢個 iPhone 啦，發明咧嚇呢個 Microsoft， 即係唔係 Microsoft 講錯咗，蘋果手機啊，啊咁入面個 Steve Jobs 啊，即係咧嗰個係成日都見到佢個樣啊，嚇托住個頭嗰個咧嚇，哇咁真係近代好響當當嘅人咧，喺佢咧。二十幾歲、三十歲之前咧，佢當陣時咧，阿台長都有講過啦，佢係去咗呢個東方之旅，去到印度啦，去到一啲咧嚇，即係亞洲啊，其他嘅地方咧，跟住佢透過啊嗰一種即係談吹啊，俗稱嘅咩，即係叫性交轉運啊，即係講緊咧，當佢同個女伴咧兩個進行呢個性行為時候，去到最頂尖、最高峰、高潮嗰一下咧。跟住佢會發覺係突然間開曬竅啊，係好多嘢好似感應到、諗到咁樣。咁其實你見到係有好多人咧，都係去過呢、這、一個即係咁虛無，但係虛無得嚟咧，係令到佢上咗第二個層次呢一個境界咧，佢先頓悟到嗰一樣嘅嘢，而嗰樣嘢咧唔係佢憑空想像，唔係佢生活嘅經驗而得翻嚟嘅，係完全係一個未知領域嗰度撈到翻嚟嘅嘢啊！就好似你發現到新嘅物種。例如、啊、如果有朝一日咧，啲人發現到，哇！原來有啲大鯊魚喺個海入面，成四五十米長嘅，跟住哇，好震驚啊！就係咁嘅情況啦，小朋友。哦，係佢話佢自己係開咗天眼嘅，佢係細細個已經開天眼嘅，所以佢細細個成日見到一啲佢自己解釋唔到嘅嘢噶。佢係有預言能力嘅，佢傳聞啦。傳聞話嗰個鐵達尼號咧，佢識摩根大都佢嗰個鐵達尼號佢係有份投資啊嘛，咁就係佢想原本諗住上船嘅時候，Tesla 叫佢唔好坐嘅，叫佢唔好去，咁啊避過一劫嘅。佢係有唔少預言嘅，不過就佢又冇刻意去放大去講個講出嚟咯。咁就佢同埋咧，佢都幾特別噶。跟住佢成日佢係冇結婚噶嘛，但係咧佢好中意養白鴿。
佢養好多好多隻白鴿，佢係養到咧酒店啊嗰啲人都覺得佢煩嘅，覺得佢污糟嘅，整污糟。佢其中有一隻白鴿咧，佢自己喺自傳都講過，佢一隻係白色身，即係有少少灰色嘅咧，嗰隻鴿咧同佢咧係產生到感情嘅。佢係形容佢好似男人同女人嗰種之間嘅愛情咁嘅，佢自己講，即係佢一嗌佢或者係許願啊，咁嗰只嘢就飛埋嚟嘅咯喎。咁咧，小朋友啊，有嗱呢、這個咧就係、是、最早期嘅動物全心案例啊。咩叫動物全心呢？你發覺而家有一啲咧，可能佢嘅通靈能力好勁嘅人咧，當然有真有假嘅，有啲係專係呃人嘅。就係佢可以同啲動物溝通到啊，可以進行呢個心靈感應咧，係唔需要透過語言，但係個動物明佢諗個乜，佢又同個動物溝通到。例如你望只貓望只兔仔嘅時候，你一望佢對眼，跟住佢同你好似意會到咧，大家係明白，大家係通咗個領域咁樣。其實佢呢一個就係動物全心能力嚟嘅。咁關於佢同白鴿咧，有一段。V1 呢個故仔啦，冇辦法證實嘅，大家聽下就算啦。佢就係話佢死嗰陣時咧，死嗰日啊，佢嗰個酒店上空嗰度有一大群白鴿喺上邊飛，好似即係送佢一程定唔知係預，即係感覺到佢要走啦咁樣。咁咧呢一件事咧係咪真咧就證實唔到？但是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出电视剧，是阿Dan Brown改编的《失落的庇护》的电视剧，2021年的，好像是10集而已。其中里面呢有一幕呢，就是说个女主角那个老豆啊，个女主角在她老豆那些资料里面找到一盒录像带，那就播里面呢就是有个人，佢係剪影咁樣嘅啫，嗰段嗰個錄像帶都幾得意，就係影到一個人係可以指揮到天上邊嘅白鴿，係做咗一個飛咗一個無限大嘅一個形狀出嚟。咁就係短短幾秒，跟住嗰個錄像帶噗一聲自己著火燒咗啦。即係佢個隱喻就係依件事嘅隱喻。啊，依出嘢咧就裏邊都幾多隱喻喺度嘅，咁。大家可以看一看嗱，小朋友在呢個賀歲片咧，最近啊，同呢個《流浪地球》一樣啊，話好收得嘅嗰套咪叫《滿江紅》嘅。其實當陣時係話咧，呢、這個嚇即係講緊宋朝時候啊，當中有部分嘅人咧，佢哋可以嗰種咧操控嗰個信鴿啊，嗰、那個能力啊。其實佢入面咧，套戲入面都有講到啦，嗰、那個叫做話嚇阿秦桧啊。跟住咧，即係佢養一隻白鴿噶嘛，而個主角咧都好睇重嗰只白鴿嘅，因為白鴿咧，即係包括啲信鴿啦，其實佢唔係白色嘅，即係叫做軍中嘅軍鴿啊、信鴿啦。其實你發覺有好多地方都有提到咧，你一啲嘅人啊，莫論係中國嘅古代啦、日本啦，佢哋可以同呢一啲咧嘅信鴿係溝通到嘅。咁而呢個情況咧，其實正正就係嗰個動物全心嗰樣嘢嗱，你發覺 Tesla 好多情況咧，佢都係打通咗嗰個橋梁，即係譬如電力，佢打通咗嗰個電力交流電啦嘅橋梁啦，佢打通咗嗰個免費能源橋梁啦，所以佢自己係本身有呢個天分，佢就同動物同外來嘅嘢，包括嗰種阿卡西圖書館啊，講一個接收到天外來客嘅信息啊，所有嘅就因為佢有呢個特質啊，小朋友。嗯，是啊，他其实呢，他这个人真的一点都不科学的科学家来的，很 V1 的。他研发他一个人研发，即是这个世界上呢是有两个人是这么传奇，你是看他不透不明，即是觉得他好像不是这个时间的人。第一个就是 Tesla， 第二个就是达文西。这两个人呢你是看他不透，为什么可以这么犀利？我以為你話第一個是台長，第二個是蕭陽元，原來不是，原來是達文西和 Tesla， 是的，啱嘅。咁啊，嗱，達文西咧，即係亦都係一個真係好超脱呢個時代嘅人啦。咁啊，你繼續講，嗯，咁啊，阿 Tesla 咧，佢仲發明咗一台佢唔係叫地震機，叫做震動儀。
佢係1898年嗰陣時咧，佢喺紐約州個休斯頓東街48號個實驗室就喺嗰度做實驗，攞住嗰個儀器嗱、有圖嘅嗰陣時個新聞報咗出嚟嘅圖實，一陣間放埋上去。咁佢就係因為嗰笪地方突然間地震。地震跟住佢自己走出嚟讲，因为我喺度做紧实验咯，我台机喺度转动，咁就呢度咪地震咯。咁其实佢做呢个地震仪咧，佢嗰、那个佢系佢话佢系想睇睇佢呢个建筑物适唔适应到呢个震动。咁如果佢话佢可以将个档次调高，如果越高嘅话咧，佢嗰、那个。嗰、那個建築物咧就會冧咗落嚟噶啦，咁佢就喺度研究依啲咁古靈精怪嘅嘢，然後依啲文檔咧就俾美國政府收埋，咁唔知而家有冇再繼續研發落去啦？咁即係話，如果佢研發得到，按照佢個藍圖或者筆記，因為佢唔寫理論噶，依、這個人佢係唔寫理論嘅，睇下睇唔睇得明佢嗰啲筆記啦。咁基本上而家一啲好奇怪嘅地震可唔可以赖佢嘅？有冇得赖？我认为咧呢、這个即系用天气啊，同埋地震做武器呢样嘢咧，应该系俾某啲地方嘅科学家或者军方掌握咗噶，即系利用呢个天气同埋地震做武器啊。咁我绝对觉得啦，美国系有噶。咁其实改变天气呢样嘢。我想中國的研究都不會很差的，因為你看到啦，他可以啊，比如霧霾北京，咁佢要奧運會的時候要天氣好嘅，要不要咁多霧嘅，佢又做到。跟住上海那次多塵，他話要令到上海空氣清新啲，他又做到啊嘛。所以其實呢樣嘢咧係我懷疑是不止一個國家做得到啊。但係個問題，你天氣是影響全球啊嘛。因為你入面嗰個氣候啊，所有嘢你唔係淨係影響自己一個地方噶嘛，佢話係圍住其他國家一齊行一齊轉咯。所以你而家究竟其實嗰種天氣嘅失衡啦，你見到有啲同你講啊，喂啲冰啊又融化啦，有啲地方無端端又變咗凍啦，又結冰啦咁樣，會唔會係呢國家有時呢啲實驗呢一啲活動好似核爆試驗場咁樣，佢擺喺啲唔同地方，例如美國嗰啲刮啲唔知幾多級嘅大風啊，成個鎮吹鬼咗去嗰啲海嘯啊嗰啲，其實會唔會係啲試驗咧？而家咧會唔會係變咗係試驗場咧？呢樣嘢好值得深究啊，小朋友。嗯，冇錯，係啊。佢呢個人真係佢咧，佢個嗱，我頭先咪講到咧，佢嗰、那個大統一場理論咧，嗰、那個引力門嘅系統咧，佢自己寫咗唔同語言噶嘛，然後設咗密碼放喺唔同國家嘅地方噶嘛，即係當尋寶圖咁。你嗱，你唔係遲啲話想出去旅遊嘅，咁啊試下揾下睇下揾唔揾到。咁佢咧乜嘢揾唔揾到啊？你講，我唔明。你揾佢嗰啲文檔咯，佢放咗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啊嘛。設咗唔同語言，因為佢識好多語言噶，係啊。佢識唔識中文啊？佢應該唔識，但係佢肯定識英文。我因為可能咧，阿二百斤嗰張龍椅咧，叫喂坐開啲啊，啰柚，跟住拎起，咦，齋啲嘢喎，跟住佢話啊啥？假奶得，跟住攞出嚟坑坑，系咪啊？咁样话唔定，哇 ！Tesla 手稿啊，大佬，哇，犀利啊！咁啊，佢真系做灭霸啦，咁啊，真系系啊！跟住，哎，即刻开个吓啊人都会议先吓，都大会议先咁啊！好啊，好啊，咁我继续啦吓。好，咁佢咧嗱，跟住咧，佢个发明咧，大家都听到啦，系真系。科幻片咁嘅，佢啲发明又死光枪啊，又剩啊咁样。好啦，咁佢喺1899年，佢喺佢嗰个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嘅谷仓里边做，就系、是、用紧我上次讲嗰个矿石收音机改良过嘅矿石收音机喺度做紧试验嘅时候咧，就喺呢个时候就收到咗。黑骑士卫星的信号了，那这段信号其实不长的，根据他说是
幾秒鐘，但穩定嘅，間唔中幾秒，間唔中幾秒咁樣，跟住突然間又冇咗噶啦。咁佢呢個對於呢個信號佢好好奇嘅喎、哦，咁跟住佢就喺度做測驗啦，喺度揾啦，咁佢就覺得係地球外邊嘅嘢，就唔似地球裏邊嘅嘢。咁後屘佢揾啊揾就就覺得係呢一個衛星，但當時佢未係即刻可以講到，佢只能夠講話係地球外邊嘅嘢發信號入嚟。咁啦，咁後屘好多人都話會唔會係人造衛星啊，或者係其他嘢啦。我想講就係、是、阿 Tesla 喺1899年做測試嗰陣時候收到嘅信號，我哋人類第一粒人造衛星是蘇聯發射的，就是1957年10月4日發射上去的，是人類史上第一粒。那麼 Tesla 呢，他最早的1899年已經、已經聽到這段、收到這個信號的了，那就很明顯就不關我們人類事的了，就是可以射到上去衛星就不關我們事。那我有張圖呢，就是關於係呢個衛星裏邊所謂最清晰嘅一張啦，咁因為好多圖咧都比較朦或者遠，咁圖七一陣間放上去就係、是、美國奮進號航天飛機喺1998年拍攝嘅，佢就係個位置係最近最清晰嘅一個物體，大家可以睇到佢就係個線條型都幾靚，黑色，前邊有少少係唔知係光定乜嘢咧，有少少好似綠色咁嘅嘢嘅。咁咪影到依張相，咁後屘咧 ，NASA 又即刻衝出嚟啦，就話係太空垃圾，就否定咗啦，否定咗依、這個。咁但係根據翻咧，後屘越嚟越多，第一次就係阿 Tesla 去發現到啦。咁之後後屘隔幾年咧，都有唔同嘅科學家係收到佢嘅信號嘅。咁後屘咧就我哋可以即係上到去太空嗰度睇到啦，就。嗰、那個科嗰啲太空人咧就目擊到佢呢個咧，就覺得佢係即係話佢好大隻，覺得佢大概有15吨重嘅一個物體啦，即係唔似係太空垃圾，係好完整嘅一嚿嘢，好大、好靚、好有線條咁啦。咁阿文俊，你係咪可以打坐睇上唔上都睇唔睇到佢嘅？可唔可以咁嘅？睇唔到啊，未试过。即系你话接收啲信号都好咧，打坐你，即系我可能我冇呢个道行啦，我完全分唔到有边个系边度发出嚟，黑骑士卫星发俾我嘅，定系阿 T 小姐发俾我嘅，我都分唔到啊。所以咧，即系其实嗱咁样讲啊，就算你识打坐都好，你系咪接通到呢一个吓黑骑士卫星咧？咁可能未必係識打坐接通到嘅，可能咧中間係要有一啲嘅淵源，或者有一啲嘅即係有一啲嘅方法啦。可能係佢選你，佢選定你，而唔係你去接觸佢，係佢願意接觸你，接觸你。咁第二嗰樣嘢咧，點解話黑騎士衛星唔係太空垃圾咧？因為試過係即係講緊係用呢個軌道上面嘅戰機啊，可以上軌道嘅，諗住近距離去捕捉佢，咁點知發覺咧？佢係可以啊，瞬間係加速減速嘅，同埋佢係冇一個固定嘅軌道嘅，即係你啊，如果你是一件垃圾，咁你應該就係你會有一個咧固定嘅軌道。點解？因為地球有引力噶嘛，係咪？咁佢會不停去扯住你啊嘛。咁第二就係、是，喂，如果咁樣點解唔會係俾個引力吸落去嘅咧？個原因就係因為佢有動力咯，佢自己有動力嘅，所以佢究竟佢點樣飛咧？佢圍繞住地球點樣飛？佢係個速度啊，所有嘢係黑騎士衛星自己決定嘅。正如你要收佢嘅信息，應該咁講，你係要同佢溝通啊。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即係唔係佢俾信息你，係你同佢connect 到接洽到，跟住咧佢願唔願意去同你溝通？而溝通啊，喂，你唔好心諗喎，係咪啊 ？T 小姐啊，打俾你啊，食咗飯未啊？
咩好啊？喂，最近有本书好睇喎、啊，唔系讲呢啲嘢噶嘛，佢唔会同你讨论呢啲嘢噶嘛，唔会同你做国际大棋局噶嘛，唔会同你讲嗱二百斤咧又点点点，佢唔会讲呢啲嘢，佢可能咧就系、是、叫做话系俾一啲嘅资讯，而嗰啲嘢未必系我哋人类嚟讲，譬如文字啊、学识啊咩，佢可能系用一个意识交流啊，就好似电力咁样，突然之间电你个脑一下，令到你开咗窍，或者系拥有翻一啲。远古人类当阵时接收嗰个频率产生到出嚟，喺你个脑入面做到一个震荡，令到你系获得咗啲你原本冇嘅东西咯，吓、啊，即系突然之间，例如吓，咁、啊、可能嗰件嘢系直人你未见过，因为人咧一定要系佢睇过、佢见过、佢有人灌输俾佢，佢先有概念啊嘛，系咪？即系如果简单，你冇睇过叮当嘅，我同你讲。咁你唔明白我讲咩呀，跟住我同你讲有隻蓝色嘅圆氹朵嘅有个袋嘅成日揞啲嘢出嚟。你根本就唔知道我讲乜嘢係咪，除非你睇过一集你见到叮当就问你大大雄啊咁你就有印象囉。个原因就係佢就係噗一声嘅。你见到黑骑士卫星啊，佢唔只係呢个 Tesla 係有感应嘅。相传甚至乎以前讲一啲古代嘅战争啊。当中一啲嘅将领啊，佢哋打嘅时候夜观天文啦，跟住攞到啲天外信息嘅，咪类似呢个黑骑士卫星咯。其次，你讲嗰种绿光咧，就证明更加证明佢唔系垃圾，因为证明咧嗰样嘢嗰个科技咧，其实咧嗱呢一个咧就对应翻啦。你之前讲到黑色嘅金字塔咧，啲人都话上面有一啲类似文字嘅嘢。而佢係有一啲嘅綠色嘅光嘅一啲殘影嘅影像，可能同呢個 Tesla 或者埃及文化咧，同埋呢個黑騎士衛星咧，背後就有淵源嘅小朋友，你明唔明啊？哦，咁樣，咁即係只係可以係佢聯係，即係佢想聯，假設好似阿 Tesla 咁啊，只係可以阿 Tesla 佢先有方法可能可以，即係好似。软件黑客咁黑入去睇下佢呢个系统系做乜鬼啊？咁样可唔可以咁样表达？唔系佢，你就算系、啊、只可以咁讲，只可以咁讲。有时咧，啲人咪话嘅，无端拎起个电话，跟住你会发觉，喂，有时有啲人可能佢接收到啲神秘电话，又咪有啲吓咩所谓啲人讲鬼故啊，啊，听到啲古怪声音啊，就系嗰种咯，即系佢唔知点解突然间接通到。是用一些非一般的方式的，跟住佢 get 到，咦呢嚿嘢有嘢，俾啲料喎，俾信息我喎，跟住嗰样嘢或者嗰个唔系一个完整信息嚟噶，佢系激活咗你，等你可以自己之后再衍生一啲嘢出嚟啊，即系嗱，例如 Tesla 可能佢一啲嘅发明，无论系嗰啲同电有关嘅，定系冇嘅，佢啲理论啊，可能就系俾呢嚿嘢电完佢之后，佢先激发到佢。產生呢樣嘢啊嘛，即係你睇到，例如呢個 Steve Jobs 啊，即係講緊 iPhone 啊、Apple 啊，佢都係咁啊。當佢譬如話同佢當陣時嘅另一個，其實即係關係好離奇啊，又唔係女朋友，又唔係炮友，又唔係好朋友，都唔知叫乜嘢。總之佢兩個咧進行呢個雙修啊嘅時候咧，跟住佢又激發多啲新嘅。嘅嘢出嚟噶嘛，即系你睇到，例如好似记唔记得阿杨哥啊，同阿姑姑啊，小红女啊，要点样练功啊？嗱，其实呢啲嘢咧都系一啲 hidden message 啊。点解？咦，啲地方喺度传男女呢个阴阳咧夹埋之后咧，就会衍生到一啲嘅能量，同埋衍生到未知领域咧。即系其实大家细个睇啊，喂，小红女啊，跟住阿神雕大侠啊，其实呢啲咧，讲真咧。就是一些 hidden message 小朋友哦，所以呢他们在山洞练功就肯定是要不穿衣服的了即老实说你说究竟穿不穿衣服、啊、还是像周星驰一样要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呢没人知道但是呢很明显就是你一定是男女之间呢透过这个交合呢是可以产生多些奇怪的能量的譬如你见到那一种吓嗰啲所谓性交转运啊，甚至乎佢可能讲紧，即系唔系话为咗骗财，或者就系为咗骗色，而可能以前都有发现、哦、有啲古宗教都有呢啲传统噶、哦，系嘛？即系当
男同女進行呢個時候，你會去到一個未知領域噶嘛？即究竟呢樣嘢係同唔同我哋嗰、那個即身體當你打坐或者乜嘢，你抽離咗呢個肉體啊，將你個意識即透過呢個性愛活動去到最高峰嘅時候，倒翻轉你抽離咗呢個肉體嘅歡愉，去到更加高嘅精神境界啊嘛。所以呢個情況咧，其實咧，應該咁講，可能到而家咧，其實大家都唔明一樣嘢嘅，即對呢樣嘢意識咧。仲係，而我覺得好笑，包括人類嘅潛意識，同埋點樣令到人類嘅潛意識同呢個肉體脱離咧？我諗呢個真係都要一段時間，先會了解到咯。咁而我相信咧 ，Tesla 好，或者阿 Steve Jobs 又好，總之一啲嘅呢一啲嘅人咧，可能當陣時咧，佢都可能唔打唔撞啦，透過其他方式唔知點樣啦，佢可以之後獲得咗一啲新嘅能力同知識，而知識就唔好心諗啊。是不是看完一集叮当你就知道哪个叫叮当哪个叫大豪，跟着你读完书、你读了建筑书你就懂起楼，有别于这些知识的，而是可能那种得知识就是它激发了你，好像当这个亚当夏娃吃了禁果，跟着他们知道哎呀我没穿衣服、哎呀我怎么被逐出伊甸园，其实个过程是我觉得一样的，开窍和这个伊甸园是相关的、就是在我的领悟同埋角度嚟讲，咁啊，好多人咧都对佢嗰个好感兴趣，佢接收佢嗰啲信号嚟到做研究啦，好多人都咁，好似1974年啦，苏格兰一个科学家叫邓肯，咁佢咧就系宣称啊，我搞掂啦，我破译到黑骑士卫星嘅信号啦。咁佢咧佢就系话，佢用嗰个回声嘅延迟时间为横轴，发射脉冲序列为竖轴，咁就列咗个密码表，咁咧就系、是、将呢个无线电嘅信号放咗喺一个表上边，咁再根据佢嘅一啲研究啦，咁佢就系话呢个图案得出嚟嘅图案咧就系、是、木夫座。咁咧就佢就翻译咗文字咧，佢就系、是、呢、這个信号咧，其实就系话俾我哋听，我哋屋企系木夫座，呢度系一粒双星，有7个星球，我哋系活喺第6个星球上边，第2个星球最大系我哋嘅太阳，由呢度向外发展，我哋第6个星球有一个月亮。咁我哋有个探测器喺你嘅月球上边，咁我哋嘅距离系13000年，所以咧，你好多时候查咧就会查到呢个黑骑士卫星13000年，就觉得啲人就会话系13000年前呢个黑骑士卫星就已经嚟到啦，咁即系根据呢个邓肯嘅所谓嘅破译啦，就话佢。那个木夫座到地球的距离是13000年，但其实我都觉得好像流流地这样，因为看见他那些尤其讲一些破译方法，其实我不是很信这个方法，即是他讲的这个大家听一下都无妨，因为都真的我想 this day 用尽那么多钱，我想对他的所知都不多，除非你是通靈，看看他肯不肯回答。有些、真的通靈的人士就問過一些老拐了上去外星人的那些人呢，他說這一塊東西呢是上一代文明已經留下來的，就不是13000年，他說那個單位是80000年，整幾百萬年前的文明已經留下來的，用途呢就可能大概都是監測住呢個地球的生命咁上緊啦，但係具體係屬於邊批外星人呢，但係嗰啲通靈，我睇翻你資料，通靈嗰啲人佢都話講唔清楚，問嘅嗰個外星人佢都答唔到，即係咁你點睇啊，文章？哦，咁啊，其實我覺得啦，即係呢樣嘢咧，好似譬如你講緊，其實瑪雅又好啊，講緊即係頭先講到啦，呢、這個
即係地球嘅黃金圖書館咁。其實嗰一種係我哋未知嘅領域嚟嘅。咁你講緊譬如啲神秘嘅信號，咁其實我覺得啦，佢喺太空發落嚟嘅，無論係個接收對象係邊個啦，你喺啲鄉間扭開收音機無端收到一段又好，你見到麥田圈上面多咗一個圖案又好，其實呢啲咧，佢究竟佢同你去溝通？他要話件事俾你先，跟住等你作出咩反應啊？其實你見到咧，好多時啊，我哋咧，即係我哋嘅行為模式咧，都係啊嘛。例如，喂 ，T 小姐，阿俊叔叔同你講，我肚餓啊，跟住你煮個面俾我食啊，咁樣。每件事因為我咁，所以你要做啲乜，跟住要有一個結果。嗱，呢個就係我哋人類嘅行為模式。但究竟，譬如你話啲外星文明，或者啊一啲古代接觸到？但是可能现在接触不到的，或者一些是可能已经远去了的文明，究竟是不是要这个模式来走呢？我觉得未必的。即是包括有很多东西你不可以用那个的定律，用那个行为模式定律来推敲外星文化带给我们的信息的。当你发觉你看那套戏的啦，是不是？喂，他想，你以为他动下手，他想打你，跟着你打他先，其实不是这样的。系嘛？你睇过好多我啲即系西片啊、科幻片都系噶嘛？可能佢系释出善意，你又以为佢要打你。到佢要打你嘅时候，你又以为释出善意啊嘛？你睇过呢、這个即系有套叫做搞笑片噶啦，《火星人砸地球》系咪？睇过啦，系咪？好即系好似卡通咁样嘅啲火星人啦，个头好大嘅咁样。咁其实我相信啦，即系对呢个外星嘅探究咧，我谂大家系。呢樣嘢你唔可以怪嗰個人類嘅無知，因為我覺得深層政府佢係有意咧去隱瞞嘅，有意去關埋呢一個即係叫外星文明同埋呢個宇宙法則去俾人知嘅樣嘢咯。更加你會睇到而家譬如講緊ChatGPT 啊、GDP 啦，跟住另外你講 AI 嘅發明啦，佢越嚟想將人咧本身嗰個靈性同埋嗰個思考能力係關閉咗佢嘛。佢唔俾你知道更加多嘅知識，接收更加多嘅資訊喎。所以呢件事其實你睇到咧，我諗即係我同你咧，可能我哋呢代還好啦，可能我哋嘅下一代、我哋嘅後一代，即係下下一代咧，佢哋可能基於乜嘢都好，人哋政府或者係呢個世界話俾你知嘅，你先知咯。佢唔講嘅，佢唔會好似我哋咁樣。我哋仲有個心去走去探究，仲有個心去研究，仲有個心走去了解，可能佢哋會冇噶啦，因為喺佢哋由細到大就係、是、嗱，例如到時話俾你知啊，乜嘢都好，總之電腦講出嚟嘅，電腦顯示俾你睇嘅，你就信啦。唔係嘅話，全部都係鬼故嚟嘅，即係鳩噏。咁佢之後咧，啱啊！你睇到啊，所有成個世界嘅政府都係做同一樣嘢噶，莫論你話喂係咪我哋親愛嘅二百斤啦、啊。定是啊，美國啊，拜登政協啊，係咪咁？定係你話睇到其他國家都係嘅，佢哋集體封閉人類嘅情感、人類嘅思想同埋人類嗰個思考嘅領域咯。你點睇？啱啊，冇錯。所以跟住佢咪發展元宇宙咯，個個人入咗虛擬空間嗰度，個個都目無表情咁。沉醉咗喺個虛擬空間喺個入邊，其實我哋而家生活而家都已經夠虛擬噶啦，都仲要沉埋入去一個虛擬入邊，到時候啲人植入晶片啊，或者點樣，即係我都唔知想像到嗰個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世界，即係嗱，因為佢要剝奪你嘅意識同埋你嘅自由意志啊嘛，係啊，冇錯啊。即係嗰、那個社會為俾我哋食嘅資料係咁多，係咁多，係咁樣就咁樣。美人魚啊，或者係其他巨人啊、半獸人啊嗰啲，喂神話仲比神話仲要神話嗰啲，到時候大家就係一個虛擬入世界入邊嘅可能嘅角色嚟啦。咁但係其實小朋友啊，即係我舉一個例俾你聽啊。你而家去到麥當勞咧。咁跟住佢同你講，嗱呢個係魚柳包，跟住咁你會咬一啖，跟住見一見入面係有魚肉嘅喎，係一塊塊魚柳嘅喎，跟住
佢會做個廣告俾你睇。嗱，魚柳包咧，嗰、那個魚柳咧就阿加咩咩啊咩魏士丹阿拉斯加咩深海魚柳咁樣啦。咁跟住咧係點係點變咗呢一塊魚，跟住喺跟住你食落去呢個係魚柳包嘅。咁我哋呢一代人咧，都仲係對呢啲嘢係有一個基本認知啊。你會知道啦，我、哦、例如你嗰啲凍嘅地方啦，阿拉斯加啦，咁入面有啲大嘅魚啦，嗰啲 cook fish 啦，即係俗稱嘅銀鱈魚啦。銀鱈魚斬開一嚿嚿，跟住攞啲魚肉出嚟砌做一塊魚柳咁樣，跟住你會見到啊，仲有嗰啲生產過程所有嘢，你會知道嗰嚿魚柳係真係魚嚟噶嘛？去到第日，假設。阿 T 小姐同我哋而家下一代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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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代，佢哋可能交到佢手就一塊嘢，跟住咬落去黃色嘅，咬落去爽嘅，有啲韌口嚼口嘅，全世界話俾你知呢嚿嘢叫魚柳。咁魚柳點整出嚟㗎咁樣？咁可能如果當時佢冇呢啲嘅影像，冇呢啲資料之後咧，跟住佢就係知道佢個名叫魚柳啊。跟住咧，你發覺原來點整出嚟咧，就係我喺工廠入面，跟住用新式嘅科技、食物基因嘅改造，成塊魚柳原來係植物基因啤出嚟嘅。不過個口感所有嘢同我哋而家食嗰塊一樣，甚至乎係真到連嗰魚肉入面嘅血管都可以仿埋出嚟、做埋出嚟，跟住交俾啲人食啦。咁啲人以後咧，永遠其實認得嘅嗰樣嘅就係魚柳包，而唔係銀鱈魚，唔係魚柳啊！你明白我呢个比喻讲乜嘢吗？我明白啊，我明白，我觉得唔使下咁多代啦。我觉得我哋下一代就已经系嘅，好多嘢都系刻意去，即系好似人做每样嘢都系特登再做一样俾你。佢话系用环保嘅名义，然后特登去做一个人造肉啊，或者人造蛋啊，人造奶啊，咁样系环保啊嘛。你食啦，食虫啦。下一代就是这样，然后你们的生活，然后他们的生活就是在个电脑里面，可能植入晶片在虚拟世界里面，跟着那个肉身就是一个无表情的一个东西，一个可能是生化机械人还不知道什么东西了。唉，我都不嗱，即是我要表达一样东西，其实呢，即是我早排呢，我走去教那些兴趣班，教小朋友呢金银币兴趣班啦，我跟住咧，咁即系我哋讲晒俾佢知啦。一个金银币就系一块金属喺一个叫个模度啦，铸币器啦，铸咗出嚟之后咧，再拎起佢嚟到去左错右错，跟住收翻啲边咁样。咁其实喺而家嘅小朋友心目中咧，佢哋觉得一个币系应该点做出嚟嘅，就喺个盒入边，跟住用嗰啲叫 3D 打印机，成个一个一个打出嚟。他们是那种呢，即是这个世界要开模啊，分模线啊，跟着要前后夹埋啊，原材料一嚿怎样雕琢，他们是没有雕琢的这个概念。你明白我说什么吗？所以当我去教书的时候呢，我就要跟小朋友讲回为什么会有一些叫工匠的人，工匠的用处是什么，所有的物品都是去铸，经过铸炼成形，成了形之后再修整。要灌输翻呢个俾佢哋知，如果唔系佢哋以为呢个世界所有嘅就系精准咁样去投射出嚟嘅。系啊，系啊，所以跟住落嚟个世界，即系如果我哋唔觉醒嘅话咧，跟住嚟个世界咧，真系好科幻，好虚拟。个红色同埋蓝色嘅，你讲啊，系你讲你讲。红色和蓝色的药丸都不是啊，跟住个落嚟个粒啊，不知道是什么颜色了。即系其实我觉得我哋而家呢个世界都是虚拟世界嚟噶嘛，我觉得是因为好零一零一噶嘛，整个生活嗰个系统啊，即系唔系话社会俾我哋呢个系统，系个大自然界好零一零一啦，我觉得你觉唔觉噶？因为咧嗱，成件事我相信2012年咧系一个转折嚟嘅。2012年咧，可能我哋成个嘅维度系改变咗啊。所以你见到咧咁多出现嗰啲 déjà vu 啊，即系或者嗰一啲咧，即系叫做话对一啲世界上嘅嘢有咗个另外嘅版本啊。嗰一个叫咩咧？讲到上头又唔记得咗添。
嗰啲叫咩啊？即係例如比加超條尾咧，有顏色啊、閃電啊，咩曼咩咩效應啊？曼德拉效應啊，係曼德拉效應。我想講其實呢樣嘢咧，曼德拉效應咧，就係呢一個嘅副衍生品嚟嘅。所以點解大家都記得，好似當中有啲記憶俾人修改咗，但係意識會話翻俾你知啊？即係好似講緊比加超條尾係點啊？米奇老鼠究竟個？个上面系咪有条吊带噶咧？咁样有吊带噶，比加超条尾有环噶嘛？蛇黑色，好似闪电咁，有一个好似耳色咁嘅图案咁，嗰个尾巴嗰度。但系问题佢而家佢话俾你知啊，呢个世界喂有啲嘢系错晒啊嘛！即系喺我哋大家嘅认知，鲸鱼系咪成条黑色噶？即系杀人鲸啊！跟住前面咧，咪有两个好大嘅白色嘅点，细个以为佢系眼嚟嘅。跟住而家话俾你知，原来呢个世界鲸鱼有好多佢系成条个主色由黑色变咗白色啊。跟住咧，好似熊猫咁样啊，嗰、那个白色嗰嚿嘢变咗系黑色啊，咁样啊？唔系黑色身嘅咩？主色黑色噶嘛？佢话俾你知有白色噶，品种唔同咋系嘛？我唔知道啊，我就觉得好恐怖啊！即系你问我，咦？有中华白海豚啦，中华粉海豚啦，咁啊，唔知会唔会好似 LEGO 啲玩具咁，定有中华蓝海豚啦，中华紫海豚，我唔知道啊。总之我就觉得即系不知不觉咧，其实呢、這个即系今集即系讲少少，但系唔好讲太多啊。其实呢个嘅即系你讲到啊，呢样嘢红蓝药丸食咗之后，衍生咗嗰样嘢，话唔定红蓝药丸都系假嘅。你明白我意思吗？根本不明啊，点解一定要拣啫？可唔可以唔食啊？唔到你，唔到你拣啊嘛！因为佢改咗个维度嘅时候，2012嘅时候，突然之间将你成个世界湿顿，佢改咗佢啊嘛！即系我都话2012年嘅时候，跟住当阵时，我突然间感觉到系有一瞬间透唔到气，成个天好似压咗落嚟咁样。跟住咧，我觉得好怪啊，个感觉，个气氛好怪啊！跟住我打个长途电话，澳门打俾台长啊嘛，我话台长你 feel 到啊，有嘢压落嚟啊，个世界好似震紧啊嘛，你感感到个岛啊，打俾台长啊嘛，2012年。咁台长记唔记得你有冇打过呢个电话俾佢啊？我唔知道啊，可能而家台长都唔系台长嚟噶。你呢件事有冇喺大陆嘅嗰啲平台写过出嚟啊？冇啊，你冇喺网络写过大陆嘅平台，你有冇写过？冇啊，我点识大陆平台啊？冇啊，我唔记得系边个大陆平台啊？即系可能系嗰啲我唔记得系边个大陆平台，反正我系喺里边睇过，因为呢件事咧，之前你自己讲过一次噶嘛，系，我当时我即刻谂起啦。那个人在上面写的那段嘢啊，跟你描述的一样，他就是说他那天下午好像我不是很记得是几点钟了，又是突然间好像压下来唞不到气这样。跟着他又打给台长啊？他没有说打给台长，那个人他说他立刻打给个朋友，问他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咁跟住第二日之後咧，佢想再講翻件事，佢個朋友唔記得咗依件，唔記得咗佢打個電話俾佢。佢個朋友唔係姓梁，叫錦祥啊嘛。佢就係話朋友啫嘛。我當時用咩手機啊？黑莓手機啊 ，BlackBerry 啊，即係嗰部手機咧，上面係個 mon 都唔大嘅，跟住有成排好似電腦啲按鍵咁樣啊。他没说是不是用黑妹，他就说打个电话而已，但是因为他的描述和你的描述好像，那我就是你是不是在网上有没有写过这段话，是大陆网站，当时我没有翻墙，我记得。那个是丝毫大陆的吧？那个是叫姓什么的那个人，不是叫丝毫文俊那么邪啊？由未来的我回到现在的我的大陆那里，跟着又无端写段话。喂，大佬唔系咁恐怖啊！如果真系咁嘅话，喂，未来我认真噶，我冇讲过大话，我认真噶。唔系，我冇写咩名啊？个情况，我真系冇上大陆啲网啊嘛，所以你讲嘅我唔知噶，即系我俾唔到啲咩反应你，我都唔知道你上系大陆边个网，
譬如你百度嗰啲，我上唔到嘅，根本都登记唔到嘅个电话。一啲论坛，我唔记得咗系边个论坛，反正系嗰个论坛嗰啲平台咁样写。就系咁，同你嗰个好似啊，真系。其实我唔系成日上网玩嘅人嚟嘅，我比较中意现实多上网。咁啊，即系大陆嘅网真系冇上嘅，因为我以前其实我细个玩科林最多嗰阵时都系香港嗰边嗰啲啊嘛，咁同埋高登嗰啲都有上嘅，跟住咪香港有个叫 GAF 科林啊嘛，即系 Game and Animation 啊，动画同埋游戏啊个讨论区咯，跟住另外。上得最多嘅咪嗰啲擺鹹相嗰啲咯，冇噶啦，我冇周圍討論嘅。其實我覺得上網同人討論係好嘥我時間，討條戀咩，係嘛？即係講嚟冇意思啊嘛，你不如攞啲時間去玩去溝女咪仲好。所以我冇嘅，即係我好少話上啲討論區啊啲乜嘢咁樣嘅。即係我自己係嗰種咧，就算你話啊上網去。即係去有啲咩目的啊嗰啲嘅地方啊，咪上去識女仔嗰啲咧，我都覺得好嘥時間嘅。即係我係一個中意現實嘅人嚟嘅，所以我應該就冇上呢啲嘅網站。同埋啦，事實上嘅你喺澳門、香港係麻煩嘅，上唔到。即係我嗰陣時我玩嗰三國殺，玩隻 game 都好，佢見你香港、澳門 IP 全部亂碼嘅。剩啲字係都唔係 big file 嚟嘅，讀唔到睇唔到啊嘛。咁我上呢大陸網站一樣噶，我係當陣時係好多時見到變咗啲蛇仔啊、蟲仔嗰啲文噶，完全睇唔到寫咩嘅。咁即係同你依個感覺嘅唔單止你一個啦，即係唔知道可能係咪同一日定係都係一二年嗰年嗱點樣？一定不止我一個，因為點解咧？我當時上去外國啲網站睇過咧，當時又係有人咧係潛下水嘅時候，跟住感覺到唔妥，跟住佢突然間覺得水壓多咗好多，跟住佢就問人問咗即跟啲朋友，係咪出咗事？係咪要而家開始浮上去？啲水壓大，全世界都話我呢啲冇事啊，冇事啊，正常啊。是不是你覺得不舒服啊？但他是很清晰、很記得、很明確的。其實我在啲潛水嗰啲，即係叫交流網站嗰啲咧，我有去睇過嘅。因為點解呢？有時你會發覺咧，海下面咧咪會有好多嘅東西影咗出嚟嘅，咩海底金字塔啊，或者一集我哋可以講啊，與那個文明啊，跟住另外啦，哇！啲大石好勁嘅喎，係啊，話俾你知。話俾你知啦，即係叫做話啊，喺一啲沿岸喺台灣又好，美國又好，發現一啲海底嘅基地啦，或者係嗰一個以前嘅建築物啦，一啲廟啊嗰啲，其實我係成日睇呢啲嘢噶嘛。咁嗰陣時我又有加入嗰啲地質研究協會啊，即係嗰啲例如岩石咧，有花崗岩、橙皮岩咁，有好多唔同種類啊嘛。跟住我先研究石頭啊嗰啲咧，我成日睇啲人喺海底影嗰啲咩出嚟嘅，咁有時佢哋又會影嗰啲古靈精怪嘅未見過嘅嘢啊，例如有條友即係曾幾何時咁，跟住佢話佢係潛水嘅時候，跟住個雷達顯示到前面有條好大嘅魚，佢睇唔到，跟住佢睇到嘅時候，原來佢以為前面嗰個係一嚿嘅類似山嘅物體，原來嗰就係嗰條魚啊嘛，係大到咁啊嘛，跟住咁佢水底冇嗰啲影相機嗰啲嘢嘛。咁佢好誇張喎、啊，咁你話正常嘅人係咪驚嗰條魚食咗你啊？咁唔係啊，條魚都冇任何攻擊嘅意圖。咁佢講咗出嚟，咁嗰陣時冇相啊，呢啲得文字嘅咋，跟住咪睇咯。所以我成日睇埋咁多啲嘢咧，遲早如果即係你話整個司徒文進神秘學咧，即係我哋而家呢個節目咧，慢慢啲話題講下嗱，即係好似今集講 Tesla， 我同你完全冇夾過啊、甚至乎咁。是没夹过今天是做神秘学家冇的。只不过这样他问阿小朋友跟我说得不得行啊，吃完饭没有，跟着我说等我一阵我吃完碗面，跟着走回去跟你录，走回酒店先啦，网络不稳定，是这样的。什么题目什么性不知道，跟着刚才跟你讲的 Tesla， 通过斯大爆炸，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即是看下网站啊，外国的讨论区那些，还有即是都要跟大家讲句啦，要支持啦，要支持台长啦，我老师啦，咁要听这个神秘之嘢啦，咁其实有好多的知识真是学到的。咁啊，小朋友你继续。是啊。
你头先讲到，咁有啲人有一可能系一小部分人有好似你呢个感觉啦，咁大部分人应该都系冇乜感觉噶啦。咁有咩区别啊？两种人系灵性高啲，定系点解有啲人会有啲咁嘅感觉嘅？我上次咪讲过咯，你发觉可能身边有啲人咧，佢都系同你一样系人类，但系咧佢就好似佢嘅生活啦，佢对世界上嘅感觉触感啦，所有嘢啦，包括你会觉得佢就系阿刘德华话斋活着，但是没灵魂啊，佢 系人啊，但系佢只系一个完全冇一啲另类思考啊，冇一个灵魂嘅一个人咯。咁而你发觉你身边有啲人唔同噶嘛，佢好似特别有灵魂噶嘛，特别对呢个世界有啲嘢感应力高啲啊嘛。其实我当时打俾台长嘅时候咧，当阵时我系感觉到系直嗰种压迫力系大到点咧，我惊架车会发生车祸，我喺架赌场嘅巴士上面啊，我即刻嗌个师傅话你攞马鞭停马鞭，跟住个师傅啊咩事啊咩事啊，你 feel 唔 feel 到啊？即跟气压大咗好多啊，好似压咗落嚟咁啊，feel 到啊，个师傅啊，我感觉唔到啊，你咁啊，你咩事啊，咩事啊？跟住我隔篱有个女仔啊，佢同我差唔多年纪啊，佢都感觉唔到啊，但系坐我后面有个上咗年纪嘅，应该系婆婆啦，佢可能香港人嚟嘅，佢话系咯，你唔觉得嘅咩？你唔觉得好局促嘅咩？你唔觉得好似我哋架车？入面啲空氣唔同咗嘅咩？佢問翻其他人，跟住個師傅話唔係啊，個車頂睇一睇，咦冇啊，啲個冷氣冇壞到，即係好明嘅，有啲人感覺到，有啲人感覺唔到噶。係啊，唔止個婆婆噶，其實架車上面仲有其他人噶，有一兩個人話係咯，你唔覺得唔妥嘅咩？其他人係唔覺噶，個司機唔覺噶。我当时嗰种感觉系直情咧，个眼感觉只眼好重啊，好似咧只眼个眼眉啊嗰啲，好似有好重嘅嘢系压落嚟咁样噶，净系 feel 到啊，感觉到啊，但系其他人感觉唔到啊。哦，咁样，咁因为我睇过一个理论啦，佢话系嗰个有一啲外来嘅，我唔知同关唔关你呢度事啊吓，我以前睇过一个理论啫，佢话系有啲外来嘅力量将个地球转咗纬度，系因为某些事要避开某些事而将个地球转咗去第二个纬度。咁会唔会就系转嗰一刻你感觉到呢？我唔知，因为我之前睇过一个理论，我就唔知关唔关你呢度事。咁就佢系可能系想帮地球避开一个灾难之类啦。可能，但系我觉得唔关2012年事，因为我觉得咧，2012年咧，啲人话世界末日啊嘛。其实我觉得系一个末日嘅开始啊。系一个分界线，2012系一个末日嘅开始，但系之后可能开始几耐，可能10年、20年或者30年，呢个唔知，但系嗰个系一个开始，我觉得系。其实会唔会系嗰阵时，可能我哋 feel 到嗰一刻，成个世界都出咗事，或者我哋成个银河系出咗事，跟住系我哋同第二个嘅银河系或者第二个嘅平行宇宙合埋咗咧？呢个系我之后系啊。谂嘅，即系佢 combine 咗咯。即系你发觉，可能我哋当我哋呢个宇宙系一二三，有一个平行宇宙系四五六，两个宇宙咧。都系类似咁样嘅，都系有啲咁嘅嘢啦，一样啊，有赌场吧，有 MGM，有私有民进，有台长，有 T 小姐，跟住可能系我哋原生个宇宙可能遭受咗啲巨变，一夜冇咗啦，跟住去到夹硬同呢个宇宙第四五六宇宙夹埋，跟住咧嗰个宇宙嘅一啲感应、一啲记忆，所有嘢就 combine 咗落嚟呢度。所以可能而家嘅私有民進就唔係原先嘅私有民進，而家 T 小姐唔係原有 T 小姐，甚至乎而家台長唔係原有嘅台長。只不過中間咧經歷咗呢一下咧，係部分有感應力嘅人先感覺到，但係咧好似你話齋，可能好多人嘅記憶啊、感覺咧，就好似發咗場夢咁，俾人清洗咗。呢、這個就係我而家，即係我尤其是。嗱，我当时我唔识打坐啊，冇啲咩感应力啊，冇啲嘢，冇啊。咁但系
而家其實我諗翻就我係會咁樣解讀咯，即係現在的我會咁樣解讀咯，因為你發覺噶嗰一種情況咧，係例如我同翻有啲人咁講翻呢件事咧，有啲人咧佢係好清晰佢感應到啊。嗱，例如啦，我妹妹係2020年佢就走咗啦，去咗天堂啦。佢當時2012嗰啲喺度噶嘛，我問佢，佢都感覺到啊。佢當時喺法國噶，佢感覺到啊，佢 feel 到噶，佢係好明顯，佢係好明顯同我講嘅，話係啊，我都感覺到啊，個天空好似壓落嚟咁樣啊。我係啊，你明我講咩？佢話我明啊。哦，即系都系嗰年，但唔一定系嗰一日或者嗰一刻嘅，系嘛？定因为都系嗰一刻。我怀疑应该都系嗰一刻咯，即系就嗰个定点位嗰一刻咯。大约个时间咯，每次都下昼嚟嘅，应该两三点咁上下。哦，系啊，跟住好明显 feel 到系真系，好似啲侧跟嘅空气好重，有种无形嘅压力夹咗落嚟，你要咁。但是那个压力咧系无形得嚟咧，你系 feel 到感觉到啊，类似系个感觉系点咧？好似你而家成个世界突然间链到变咗一张纸咁样，跟住咧又再弹翻起身咯，张纸。哦，咁如果按照你咁讲啊，应该地球唔止一次试过啦，应该我觉得文明都唔多镬啦。我覺得應該是試過很多轉，又或者我們現在是不停呢，可能地球加速的，不過我們自己不覺得，即是有件事我們夜晚直播節目兄弟深夜台都說過嘛，不知道大家 feel 不 feel 到呢，現在的時間是快了的，比以前真的快了很多。那但是這一件事呢又很難去定斷，跟你剛才說過关唔关事？首先，我哋而家依一个时间咧，首先我哋而家周围嘅嘢咧多咗好多，分散咗个注意力啊，就觉得个时间快。咁空间上嘅时间同我哋而家一二三四依个终点呢个时间咧系唔同嘅。依个终点时间，即系我觉得啊，依个终点嘅时间系呃鸠我哋翻工嘅。咁所以用依个终点时间去判断地球系咪快咗咧，我觉得我就。不是很能到个关联性，因为始终我们不能够去很全面看到个地球的运行的轨迹和它的形状。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呢，坦白说即自己的感应咯，自己的感觉咯，正如你问我，其实老实说我和你未上过太空的嘛，你怎知道我们出了太空之后真係而家你平時知道咁樣望落嚟有個藍色嘅波好靚，跟住咧係出面跟住有其他嘅行星咁樣，話唔定唔係咧，話唔定唔係咧，話唔定呢個地球原來真係啊，原來嗰種係叫呢、這個嚇、地球平面論嘅，原來真係咁樣嘅，原來半個波兜樣度，係嘛？話唔定咁嘅喎，話唔定好似阿雷神索爾話齋。喂，出面是世界樹嚟噶嘛？原來有九個層界嘅咧嚇，跟住奧丁原來住喺上面嘅咁樣。你唔知噶，其實嗱，即係呢樣嘢咧，你會發覺咧，如果你話我哋下一代咧，不停去灌輸佢魚柳包就係有塊黃色嘅嘢，跟住照落好咬口，跟住佢唔會話俾你知成條魚係點。其實我哋都冇人，我哋冇親眼睇過個地球係點啊！即係從來我哋自己未出過去啊！你見到所有嘢。所有影像都是政府啊、NASA 啊，甚至乎你看卡通片啊，由細到大都話俾你知啊嘛。所以其實你講深啲，呢個宗教啊，所有嘢其實後面啊，包括我哋上次都講過啦。喂，聖經即係呢樣嘢，大家可以聽翻啊，阿 Cat 姐同埋 ID Jackie 做嗰集啊。喂，屌，其實聖經入面寫嘅嘢幾多人寫，係咪咁？係咪咁樣發生？係咪啊？即係有樣嘢大家可以諗啊嘛。即係嗰啲主耶穌係乜嘢咧？主耶穌係投射出嚟嘅，係真嘅，係堅嘅。但係主耶穌係佢特別有異能嘅，係咪？好似嗰啲 Demi God 咁樣，但係佢唔係喎，佢真係神嚟嘅。跟住原來神有外星人咧，所以耶穌啊做咁多咁奇妙嘢啊，又飛天又復活又乜又七，佢都唔係呢個維度嘅咁樣。即係好多嘢咧，其實你解釋唔到，但係但求就係諗深一步咯。喂，但係而家嘅人就係現代嘅人嚟緊落去，佢唔會諗噶啦。
第日有啲乜嘢呃，又唔谂又好呃，边有得教啊？喂，正如噶，你系平时你发觉有啲人咧，你一同佢讲呢啲嘢，佢就会话你啊乱笠鸭四啊，跟住话乱谂嘢啊，话你系无聊啊，话你仲细咩？咩咩地球有外星人，细路仔先信咗，即系其实嗰种嘢系好恐怖啊！啲人成日嗌你正经啲啦，咩踏实啲，好兴啲嘢噶嘛。咁其实老实讲，喂，嗱，你发觉噶，本身我哋呢个社会啊，已经系个枷锁嚟嘅，已经枷锁住每一个人嘅，跟住令到嗰种啊，令你啊，咩疫情啊，经济压力啊，要供楼供车啊，嗰种疲累啊。搞到你连你平时生活唔好话谂太多啊，感应多少少都冇啦，系嘛？系啊，冇错。呢样嘢好现实噶嘛，即系你会发觉有好多情况，你嗰个意识形态啊，已经系被呢个世界控制晒噶啦。即系个情况就系而家好少少，正如你打开呢个必胜客 Pizza Hut 咁，佢话俾你知，你可以拣至尊、超级至尊、千岛海鲜，佢仲有得俾你拣啊。去到第日冇咧，如果冇咧？跟住第日就系啲人一出世话俾你知，嗱，得三种包嘅啫，汉堡包、鱼柳包同埋呢个巨无霸。跟住你由细到大都净系识呢三种包嘅啫，你唔知道原来仲有啲咩鸡髀包啊，仲有啲咩嘢唔知啊。跟住更甚者，原来喂，第日佢话俾你知，总之你要食嘢就去麦当劳啦咁样。咁除咗麦当劳咧，完全其他嘢乜都唔讲。佢唔会俾你知道有咁多嘅嘢食嘅时候，咁你会点啊？甚至乎开始近年啲人，即系以前其实老一辈啲人咧，我同你讲啊，啲龙虾咧冇钳嘅，嗰啲先系龙虾嚟，你知唔知啊？其实有钳嗰啲波士顿龙虾唔系龙虾嚟嘅。我唔知道啊，但系咪系咯？你都唔知咯。而家全世界就話俾你知，嗱，波士嘅龍蝦上面有兩隻鉗嘅，有兩隻鋼嘅，鉗鉗鉗，嗰啲係龍蝦。跟住嗰啲冇鉗嗰啲咧，嗰啲都係龍蝦。佢哋 friend 嚟噶嘛，只不過一個冇鉗，一個有鉗嘅。喂，梗係唔係咁啦？黐線，你可以查啲動物百科。即係其實，如果俾我有資源咧，假設我有個剪輯師啊，有呢啲資源嘅話咧，我一定會做大量咧《司徒文進百科全書》啊，逐件嘢同你講啊，咩什麼是鯨魚，什麼是海豚，什麼鯨魚的背脊嗰啲一百些嚿嚿係咩嚟嘅，跟住寄居蟹是什麼，我會做曬呢個動物百科全書出嚟。我覺得而家呢啲知識咧係真係需要流傳俾僆仔嘅，仆街如果唔係第一。你見到鯨魚乜柒都話係鯨魚，山人鯨又鯨魚，海豚又鯨魚，鯨魚又係鯨魚，座頭鯨又係鯨魚，唔同噶嘛？其實海豚同山人鯨差唔多同一範嘢嚟噶，所以咪對人咁友善咯。你有冇見過佢個名叫山人鯨？佢真係咬人嘅，佢唔咬你噶，佢唔會咬人噶、哎哎。我都聽講過，佢唔係佢個名咁惡。我有听讲过，但系冇太深入去了解，冇你咁深入。系啊，佢咬其他嘢嘅啫，佢唔咬人噶，佢咬鲨鱼，咬其他嘢，海狮、海豹，佢会咬其他嘅鲸鱼，但系佢唔咬人噶。即系大家要知道，其实而家呢个世界有好多嘢系不知不觉咧，连啲好基本嘅动物知识啊，都系俾人咧系即系点讲啊？耐咗咧，我觉得新一代系。他哋會慢慢啲嘢唔識噶，其實咧好好，你見台灣啲 YouTuber 咧，佢仲會做呢啲片噶，例如佢哋咩經營水族館啊，會同教你咩十點樣分烏賊、墨魚、章魚、花枝，佢會逐個教俾你嘅啫嘛。但係你如果我哋啲細佬會點啊？佢只會答你都係食得噶咯。唔係噶，你出去，譬如夜晚租隻艇出去。射支燈落海，佢戳墨魚嘅，你戳上嚟嗰啲嘢，佢可能唔係全部都墨魚嚟噶。你見佢樣可能係咁，原來有啲係魷魚，有啲係墨魚，有啲係花枝。即係例如而家小朋友多個樣，係啊，差唔多咯。例如啲小朋友，佢哋有冇睇過蟹點游水啊？嗱，你留
係啊，你留意一下喎、哦，即係我到我同你呢一代咧之後嘅人咧，可能好多嘢都唔知嘅喎、哦，可能甚至乎小朋友話俾你知，小龍蝦咪龍蝦咯，佢叫小龍蝦嘛。跟住你問佢，咦？咁點解有啲小龍蝦前面有兩隻鉗？點解啲小龍蝦前面嗰兩隻鉗係尖嘅、長嘅，好似把鉗咁啊？點解啲小龍蝦嗰兩隻鉗係半圓形嘅？點解隻鉗唔同嘅？冇小朋友答到你㗎。哇！冇唔分啦，唔使啲手指而家冇變咗，反正反正。系啊，数仔唔同噶啦，唉，将来咪就系一化咯。所以个社会所有嘅嘢都睇嘢又单化，好多嘢都唉，常识啊，好多嘢常识变伪科学咁。其实呢啲真系要流传啊，因为咧。你不是只是应该得这个普通话或者广东即是什么叫国语版本的，你是应该用广东话要流传下来的东西。嗯嗯。如果不是呢，迟早呢广东话团灭的了，没有齐人讲广东话了，没有人屌老母啊，到时。是啊，到时有些什么事都只是抄连妈那边的。都不出奇的，你看地球多少文化没了。很多东西都刻意 去隐藏啊，去整烂它那些文物啊，那些历史那些东西啊，那些是很可惜的，不单止粤语的，很多东西很多文化都刻意 去整烂它，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啊。所以你现在见到呢，就是那一种呢人对很多东西就是完全没有了基本的框架和概念啊。而呢嘢系真系要保留落嚟噶，例如你海洋生物、海洋动物已经要噶啦。你见到而家嗰个世代咧，好似啲人大家咧都净系对啲玩啊、食嘅、娱乐嘅嘢系上心啊。你叫细路仔数漫威有咩超级英雄，佢梗系熟过你同我啦，系咪啊？但系问题，对，好似我咁讲啊，喂，鲸鱼背脊嗰啲咩嚟噶？白色一嚿嚿嗰啲咩嚟噶？唔通佢孭个贝壳上身啊？咩嚟噶嗰啲？咁系你当佢贝壳系咩贝壳嚟噶？你净系藤壶啊，都有咁多种啊！达文西啊，嗰、那个时代啊，咁知识咁频繁啊，佢都画咗本图鉴系关于藤壶啊，即系啲鲸鱼背脊嗰啲一个嚿啊，寄生嗰啲啊，佢煮藤壶嚟食嘅达文西，系啊。正因為是達文西，他有這些的宏觀概念，那些寄生的東西他都夠膽吃，他都夠膽研究切開它來看是什麼來的，所以才激發到這麼多其他東西嘛，是不是？是啊，是啊，現在的社會就是那個社會給我們什麼就是什麼咯，不需要質疑，不需要問咯，那你還要拿咁有钻研精神走去掀开啲嘢，睇下自己试先，睇下乜嘢嚟先咁样。而家唔会噶啦，好多嘢即食噶啦。社会俾我哋乜嘢咪乜嘢咯，话俾我哋听呢个系苹果咪苹果咯，系树梨咪树梨咯，就系咁简单。所有嘢唔好即系啲人系懒得去动脑咯，唔想谂嘢咯。去到第日咧。啲细路仔就话：哦 ，Nikola Tesla， 我知边个，知边个啊？佢发明电动车啊嘛，系啊，佢哋唔记得咗，原来我哋一直讲个 Tesla 唔系嗰个 Tesla 嚟噶嘛。唉，你最尾有冇啲咩同观众补充啊？我呼吁下大家啦，大家支持下文俊嗰个频道啦，大家分享、订阅、按赞。介绍下俾你身边嘅朋友啦，有能力嘅朋友支持下，课金啊，系喎，你仲有一个 patron 嘅喎，你放弃咗噶啦？咩放弃咗？未噶？我你吓，你都冇嘢睇，你代我宣布吓，冇嘢睇入边，冇嘢睇，跟住你呢句说话一出咧，我谂又应该仅余嘅少少订户俾听埋呢句讲，就退晒噶啦，你明唔明啊？系啊。哦，里面好多嘢睇噶，大家支持啊，民众 patron 啦、啊。
嗱，本来咧头先退十个啫，你咁样讲咧，而家退二十个、三十个啊，你明？即系呢啲咧，你知呢啲叫咩啊？呢就系通股市大爆炸，噗一声乜都冇咯。喂，哎，紧要紧要紧要，我啱啱收到个信息喎、哦，阿 T 小姐，嗯，要播出嚟啊？哦，你讲。哇，嚟自呢个黑骑士卫星啊！大家好，我系黑骑士卫星嘅外星人。请大家按赞、订阅、点赞、司徒文，唔系啊，唔好赞，唔好点赞啦，唔好订阅啦，系订阅梁锦祥工作室，系啦，咁啊，大家咧记得支持台长啦，咁司徒文俊嘅，你喜欢听嘅咪支持下咯，咁订下咯，咁订，如果你觉得啊，文俊又好乜都好。唔值得你支持嘅，咁呢樣嘢咧取態於自己，冇所謂嘅，即係唔需要太過刻意去 sell 啊。同你係同一個磁場溝通到嘅人咧，就算你唔講嘅，佢都係咁支持你嘅。即係呢樣嘢，我你見到我最近我都特別少嗰啲 hard sell， 我都唔 sell。基本上我去到而家，甚至乎叫大家所有粵語啊講時事做評論嘅，支持佢哋咯。你而家面對唔係司徒文俊一個人嘅問題啊嘛，其實係全個嘅 YouTube 又好乜都好，都有呢個問題發生嘅。咁啊，因為啲平台，我懷疑佢哋係想聯手咧，去更加剝削呢一啲嘅創作人，跟住叫你哋自己去揾其他嘅途徑，揾人贊助你啊，廣告啊，咩 VPN 贊助你啊嗰啲咧嚟到揾錢，跟住個平台咧慢慢咧，我懷疑佢哋根本係唔會俾嗰啲所謂嘅做廣告啊、啲酬金啊、啲廣告，佢會再進一步削你嘅。我懷疑呢個其實就係而家包括 YouTube、抖音啊、快手啊、咩小紅書，全部都會做呢樣嘢。我覺得，嗯，佢就想我哋跪低嘛，係唔係啊？即係要佢催人，佢唔想你去講咁多啲嘢出嚟，叫影響其他人啊嘛，佢想你嗰啲淨係最簡單，喂 T 小姐化個妝，著條短裙，跟住出嚟扭兩扭咁樣，拍個廿秒視頻，搞掂啊！佢就係要啲嘢啊嘛，而家係咪啊？跟住一係你咪攞住碗面咯，跟住嗱，哇好好食啊，真係好好食啊，非常彈啊，真係好好食啊咁樣。跟住你播出嚟，跟住嗰碗面俾廣告費你，佢一直要啲嘢嘅啫，你明唔明啊？佢唔要你係用心去分析噶。呢、這個世界咧、其實大家要諗下點樣衝破啦。咁另外啲即係做節目嗰啲創作者嗰啲平台，包括司徒文俊又好，台長又好，或者你見其他粵語嘅講時事又好，講新聞又好，你哋覺得真係值得支持一下嘅，去到最尾你覺得喂，如果唔撐會死嘅，真係支持一下咯。咁對我哋嚟講，其實都毀滅性啊，因為其實例如你今個月咁，我又係自己貼錢落去做。不過情況一樣嘅啫嘛，即係你個所謂嘅平台嗰啲俾你嘅嘢係唔夠你嗰、那個，即係譬如做嗰啲剪接啊，唔夠你工作人員開支啊，唔夠啊，所以你去到嗰個情況，你想做更加多嘅節目，你梗係要有資源先做到噶啦。咁、那個情況就係平台又打下你，咁如果譬如啲聽眾啊退下訂啦，唔理啦咁樣，咁去到真係冇曬子彈嘅時候咧。跟住我預計咧，可能會有好多嗰啲即係做節目嗰啲粵語頻道嗰啲咧，佢耐咗，可能個個未必頂得到嘅。跟住咪係索性唔講咯，索性咪即係當係做嘢啊，做啲乜啊咁，跟住咪揾餐飯算啦。跟住唔搞啲無謂嘢咁，跟住你冇咗啲無謂嘢，慢慢你而家嗰啲長時間節目，好似我哋咁樣一集有成個半鐘啊以上喎。跟住慢慢同你講曬咁多 detail 嘢嘅，我諗嚟緊買少見少噶咯，即係嚟緊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咯，即係呢一類型好認真咁同你又揾曬圖，好直情係俾曬資料你咁，應該越嚟越少咯。一係你去到譬如好似好簡單你神秘之夜咁，你要俾曬錢先聽到全集嘅內容咯。如果唔係，可能淨係聽到頭三分一、四分一、五分一、六分一咁樣咯。咁而啲人就我都驚緊嘅，因為我懷疑啲人咧咁樣落去咧，可能就頭先我講魚柳包嘅問題，一啲本來好有份量嘅節目咧，佢都以為喂原來神秘之夜就係、是、哦頭十分鐘嘅就係咁樣，
根本佢都唔知嗰十分钟就系头十分钟啊，可能佢以为原来十秒之内就系自己十分钟啊。你明白我意思？其实呢样嘢咧，唔止我一个会面对嘅，唔止台长会面对嘅，系我哋全部做节目做咩都会面对到嘅。所以去到有一日年，喂，你见到嗰啲讲YouTube 讲嗰啲神秘学，台湾嗰啲老高与小妹嗰啲，佢一条片15至20分钟，如果啲人都觉得长，你系叫阿老高用一分钟时间讲一集内容，我谂佢哋都会癫咗啊！做唔到噶，冇可能做到噶，系嘛？嗯，系啊，冇错。你就算你天才如梁锦祥咁高嘅学识，你叫佢走去大学将一节课50分钟嘅缩为10分钟一节，佢教啲乜俾你？点教？嗯，即系呢个世界系有啲嘢系有谱噶嘛，有个定律噶嘛，你唔可以拣嚟噶嘛。咁但系为求生存冇办法啦，吓咁。真系，唉，都冇办法啦。好啊，咁啊，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好唔好啊，小朋友？咁下次你啊定个目标俾自己先，下次谂住讲乜嘢啊？下次讲乜啊？观众有冇意见啊？使个留言区留言一下啦，或者讲，一系讲如。而家咁兴玩波波，讲大波波啦，讲月球啦，或者讲地平论啦。啊，你們有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喂，讲下月球都好啊，真系好啊，真系呢样嘢都好开心。嗱，不如咁啦，关于月球或者地平论咧，到时做下功课，你谂下到时几时讲，即系譬如你下一集又好，第日嘅集数讲都好，总之就记在账上先，就好似叫做话。开啲期票出嚟啦，记住数先啦，好嘛，小朋友。哦 ，OK 啊，可以啊，可以啊。好啦，咁啊，今集嚟到呢度，我哋下次翻嚟好冇？拜拜。好，拜拜。开始。系，今日嚟到呢个火之神啦，咁啊，阿朗哥阿文登为我煮咗你嘅，系咪叫台长嘅呢个牛扒咧？我台长西亚牛扒。嗱，咁我要介紹一下呢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第一樣嘢，單手可以食嘅，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咁追下牛扒，咁咧跟住有側邊有苦蝦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咁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牛扒啊！多謝大家支持港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